把往那边闪吗？死了呀，阿克桑！哎，死个没虚弱的，哎，死个没闪的。嗯，预判了一下，没预判到两个闪，我可能该 TP 到上路去吃兵线了。 打下来了，我刚才应该 TP 有点乱，这把打的，晚上好，有点乱，晚上好，被扎到了，还行。 他在隐身呢，勾到了就会杀啊！能勾吗？ 果然啊，果然死个打野还是信不过呀。嘿。 笑死我了！哎，当杀了！啊！What the f 对面在干啥？什么操作这都是啊！ 你也想死是吧？吃个大逼吧，大不死没关系。啊，把线推了，行吧，也行。你敢跳？哎，坏了。还行。 你一刀能杀，帅。
帮他撕我冰箱，不给我下他吃塔皮，你以为是杰斯吗？你以为是杰斯啊？啊？你以为是杰斯啊？你以为好欺负啊？啊？你以为是杰斯啊，老弟？啊？你以为是杰斯啊？啊！看到我这 DP 以为是杰斯的，太搞笑了，这把对面逗我笑就。这阿哥上一技能，一厘米的一，这些暴女 W 想破想跳那个红 buff 的墙，这把对面怎么都用的这么幽默吗？哎呀，但我队友又死了。拆了吧，拆了吧，炸了死吗？炸不死，这大开的什么鬼啊？啊，炸阿哥上的，没炸死，又死了。我队友有点能死，这是哈。来呀，来呀！干我！我操！我他妈个虚拟，来就干就完事了，老弟。哈哈，我发现好像对面阵容如果爆发没那么高的话，其实也不是玩不了。如果对面阵容爆发没那么高的话，这把对面阵容爆发就不高啊。这系统帮我带的，真负责呀！太对了。过来，这把也是碰巧吧，说实话，碰巧对面这个这种爆发都不高，对面这种爆发都不高啊，那什么阿克萨、武希拉斯、滑板鞋、豹女，爆发不高的话，好像是能玩征服者的，不过可以做推对半加巫妖这个打法，推对半巫妖 CD 鞋。也挺不错的，其实好像。你身跑了。哎，还这呢？有人在里面啊、哦！哎，我有中架呀、哎！哎，好的，条件反射这个闪现，我开中架躲的闪可以，其实我开中架躲也可以，闪现比较重要一点。而且现在版本塞拉斯感觉好多打法都能玩，爆发打法、持续伤害打法，其实都能玩。该走了，别浪了，别浪了，别浪了。哎呀，
2000块，有点烂哦。我去带下路，我带下路，让队友带上路。征服者是不是带点火了？不用啊，你要是想大杀的话，感觉好大杀带点火吗？哇！嗯，无语了。还行，小炮可以，小炮可以。还好吧，小炮后期见过比赛，见过比赛了。Nice， 雷弟，帅炮，帅小炮。